老公，你早上回来啊？我。啊，不是讲下晡就会回来，啊，不过暗时啦，亮亮等你用等啊困去。歹势啦，我就先去工地看爸，然后我应该阿金关心一下。哦，你搁去看爸啊？看起来哦，你这个囝婿真的是做口碑哦。阿娘，我送你一双鞋啊，做礼物，好好给你奖赏一下。哦。哦，这就是，你讲你陪妈去买上药。是啊，咱大家哦，一人一箱，安尼林家咱就要大家做伙去爬山。嗯。文泽，阿你来啊？哎，辛苦嘞，来来来，吃水果啦，来。妈。你先假啦，我想讲先替你看亮亮。好，哎，老公，卡西下亮亮度过。卡西下，我先给你。哎，小志哥，妈你慢吃。亮，亮等啊。哎，多少块来两志哥？我吃袂落。这。你敢知影几乎真正做好未？是安怎啦？啊，恁几乎在南部替伊做工程，敢有说这样受骗？今仔我去阿金的工地找爸，原本是想要甲考卷叫伊莫甲阿金斗三工啊，啊若无会害家己夹在中歹做人。结果我一入去，就看到爸、阿金，还到几乎三个人，当面有讲有笑。你敢知影？阿金已经偏向几乎做袂了工程顾问啊！啊！你三个人有讲有笑，啊！你这受气啥？伊甲对手斗三工嘞，啊！到时若是设计咱的卖场，甲咱卖场中的机密泄露，对手安尼要安怎？会影响到咱的生意，你知无？而且还你还讲话无？阿金是咱的亲戚，敢会当讲伊是对手？搁再讲，恁几乎是替你设计卖场，不是啥物藏宝箱，无啥物机密，好不好？到时安尼大惊小怪，小题大做。是啊，我拄则听你安尼讲。文章只是去做顾问尔，这也无成啊。妈，这你真正拢无忧患意识诶。我认为哦，只有无啥设计咱卖场啊，我怕准备换人啊。你即马是咧讲啥？你认为文章会做出对公司不利的代志？敢讲伊敢会甲家己的卖场设计啊真歹，啊害家己的卖场生意真无好？代志真歹讲啊。妈，你家己嘛知影，只有一直拢对我做偏见嘞。哼，照你安尼讲，咱爸爸替阿金咧起卖场，是不是嘛对你这囡仔有偏见？无唔对啊，即马爸拢无要听我的话啊，甚至甲你笑我下卡。我真正是受袂，我咧尽心尽力替公家咧做代志，想怎大家拢要甲我作对啊？那呢，你敢检讨你家己才对啊？今年走来阮家，骂我，给阮妈跟阮某听。你若不是伤过白目，就是真正掠准讲你话做会紧张嘛。志虎，你回来啊？嗯。我听得足清楚啊。安怎？别把我换掉。无唔对啊！我是卖场的总经理，我当然来替卖场设想。到时我会换新的设计师来设计卖场。为了公司的将来，要把文章换掉进前，我要先召开股东会，先把卖场的总经理换掉。妈，你即摆意思是，你要搞我换掉？无唔对，你找一寡唔是理由的理由，要把文章换掉。我看你根本就是无适合做决策者，我是提早把你换掉，安尼对大家拢较好啦。妈。我安尼做都是为着公司设想的，我是惊只有到时来公私不分。文章是倒位公私不分啊？我家己的后生，我家己上清楚啊。我跟你讲，卖了准你即马是公司的总经理，你也得遐咧点派头。文章是我的后生，将来公司嘛是要教好伊花的，卖伫遐只哦，塞拢我囝的感情，转到再来只哦，搞讲我文章歹话啦。妈，
别生气啦。啊，咱袂着总经理哦，八成就会。若是伊扣分，到时阵做出啥物对你不利的代志，你就无好啊。袂啦，嘉瑶不可能安尼啦。我会给监督啊。刘嘉瑶，你是安怎？我大伯子走来遮，讲了白目的话，你实在是愈来愈戆啊嘞。你是不是有欺负错派啊？说说去啊！我想，应该是我想伤多，才这样紧张啊。可是讲真好啊，若是真爱当用心，天然是隔袂着。安尼我就希望，伊莫因为别项工课去耽误着进度。我现在只有得当赶紧动工，因为我无想要耍去。我对新的卖场早就初步计划啊。是你看别人，大仙咧起卖场，就咧着急。明仔载我去找你，摕土地地籍资料，等过年时阵，把都赶出来。来就麻烦你了。只有我相信伊的专业，绝对袂让大家对你失望。你讲对吧？我先来去。老公，你别生气啦，加油吼！我会找时间去给念一下啦，吼。无代志啦，不管刘嘉瑶对我态度安怎，我拢会好好帮助公司，起一个有水准、有品质的卖场，绝对袂好伫咧天天白失望。当然啦，当然。文章，你安尼想得好啊！来啦，吃水果啦。可能我早起想早起来，我今麦有淡薄痛。我先起来，楼顶休困了哈。哦，妈晚安。妈，晚安。晚安。好，坐啦，水果。老公，迄工程的代志吼，你着顺顺啊做，头头做就好啊吼，唔卖压力伤大啦。我看你个目头拢夹夹。别烦恼啦，我会偷偷做。啊，不过我刚才是烦恼刘嘉瑶私底下动什么卡手，对阿金英这次不利的代志。没啦，不可能啦，阮嘉瑶无遐唔歹啦，伊哦，一定是这种经历难免得意忘形啦。我想吼，阮真若是等来出来住，就会较好啊。啊，医生唔想讲，伊真紧在那出院啊。刘嘉瑶的存好日子啊，无偌久啊，到时阵我就加倍奉还。老公，你讲加倍奉还的意思是爱离开公司哦？啊，无啦，翁工课做无好，就当然换人做，敢是？老婆，我淡薄忝啊，我先等你朋友。哦。老公，我替你捞烧水啊。好。